小家伙两只前腿已经没有力气了，走路都已经跌跌撞撞的。来来来来，给来来，希望多吃点营养的能够恢复一下吧。家人们，今天是2021年4月7日中午12点，这也许是我跟他最后的一次留念。这只可怜的小家伙经历了太多的痛苦，从我把他从博物馆带回来的时候一直被病魔缠身，我们也在寻找着各种方法给他治疗。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，请大家记住他，可怜的小家伙，小心点。